本期将接一个冬折日记萌宠短视频带货项目，两天佣金9000块钱。大家看看现在的项目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做这一个各大平台，各大平台老粉丝可能都知道，作者是去年养了一只猫，然后是准备做实拍带货的，实拍带货。大家看看实拍带货的话也是跑通各类项目的一个关键。这是给大家看看这个橱窗，这是视频号的橱窗，一天的这个销售额是3000多块钱啊，佣金的话一般是50%左右，50%左右。这是实时的佣金，也是啊，昨日的那个销售额是20000多啊，20000多的销售额，佣金的话是将近上万了啊。做目前带货的话只做抖音和视频号，偶尔在快手和小红书也有出单。萌宠带货啊，是首先当下人是越来越不愿生育，反而都想有动物啊，加上有几位做网赚的朋友说养猫很省心，不会打扰工作啊，所以说就养了猫。然后来做这个萌宠带货，这里面的话是讲了这个详细的内容啊，也比较好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这一个12节视频课啊，从零基础开始讲解啊，怎么做这一个啊萌宠带货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萌宠式短视频带货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